现在是早上7点整，过一两分钟，大家早安。这干嘛弄响？我响了一次，现在又响。哦，很大。5分钟就响一次了。它很大声，对不对？它怕你睡着。超人闹钟很大声，会响的。我赶快来烤吐司，什么时候吃吐司？等下来烤。我今天是先去刷牙洗脸，所以吐司还没烤。我想要吐司比较快，吐司只要5分钟就好。哦，好硬。赶快，赶快。烤吐司不用太久。哇，你这么快啊！7点3分。吐司烤5分钟就好了。嗯。哦，现在叠背再倒牛奶。好，总共也在叠背，很棒，父子一起叠。若干年后就变成兄弟一起叠。妈妈也起来了。很棒啊！我自己想记得以前小时候，好快哦！我们那时候还合作叠，你自己还没办法叠。还在那边玩，那还让小孩。对啊，你还要一定要跟我一人拉一边，然后才有办法合作叠。你现在可以自己。那还有什么图案什么的？对，还是可以啊。现在还是想玩，还是可以玩，对不对？只是说那个重点是只能这样子叠，现在那时候没有其他选择。对，现在也是想要跟我玩，就可以玩小海浪，但是我自己可以叠。对啊，以后就跟你换你教弟弟。以后就是我跟弟弟玩了嘛。对啊，他一定会呵呵的笑，对不对？或是他小时候还不懂，我就帮他叠啊。对。哎呦，很棒！我今天没有赖床，昨天有稍微晚一点。对，不过没有很晚，大概9点半。那个超人闹钟很响，对，把我叫醒。我们昨天有去打桌球，所以比较晚。超人闹钟，我帮你放那边，好不好？嗯。超人闹钟很管用，对不对？它很大声。不过我在那边是没有听到，我在那边没有听到。那个一响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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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影响到想赖床都很难哦。彤彤继续。一开始上课觉得很好玩，后来上课就觉得开始好烦哦。好烦，为什么？一开始觉得很好玩，但后来就会觉得很烦。嗯，你现在有觉得烦吗？还不会。会觉得很好烦。嗯，对啊，尽量不要受到影响。有些人可能觉得烦，但是你如果觉得好玩，你就继续觉得好玩下去，没有关系，不用跟别人一样，没有关系。我没有跟别人一样吗？对啊，像大雄一开始是觉得不喜欢，但后来也喜欢上课了，对不对？他为了修好哆啦 A 梦，就很努力念书。好了，我会提哆啦 A 梦快递哦。对啊，爸爸倒牛奶了，然后准备铺 cheese。
我先把盘子拿过去。又响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来帮你。他背后有个。五分钟响一次，哎。对。这个又不大声吗？等一下，它的背后，它的背后有这个开关，要按成 off 应该是不会响吧？这个 on 切成 off 应该是不会再响，这样子啊。这样子应该不会，它睡觉前再按上去。很吵啊，就是闹钟就是要吵。你用脚按哦。鸡翅两片，牛奶，牛奶好像要快没了。啊，我快好了。小爱同学，轻音乐。好，吐司也好了。你要加鲔鱼吗？鲔鱼肉。嗯。好啊。嗯。牙刷要带吧？哎，牙刷，你半天课你是可以回来再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选择不带的话，你就要记得回来要刷牙，要吗？你要回来刷，还在学校刷？学校说了。好，那你就带着。不能带啊。好。哇，搞得松松软软的。先加 cheese， 你房间的灯要关，要洗手。房间灯，房间灯要记得关。这不是一定就不会融化。我还有几分钟。你哦，现在7:10，还20分钟。当然，你提早弄好，我们就可以提早出发，你就可以当，就可以再早一点到。就可以当第五第六，就可以当前几名。看你想不想早一点到。房间灯要关。那门开着吗？门开着，对，现在没有开冷气，啊，你可以帮忙开电风扇。你要吹电风扇的话，我还没开。电风扇现在就是开的。现在就开着。啊，我该不会从昨天晚上开到现在吧？有可能。嗯。忘记关。好，你的起司吐司好了。你的鲔鱼起司吐司好了。我去跟妈妈打个招呼。好。他去跟他说我刚刚讲的事情。我觉得很烦。我第一次是用手按，然后第二次是用脚按，第三次是爸爸按。哦。我看不懂按啊，按那个按的按啊。按，就是本来就把开关切到另一边就对了。快来吃饭。它会响。只是我们之前没有调到按。
我们之前调到。我早安，虫虫，我爱你。我帮你。好，虫虫，早安，虫虫，我爱你。调到什么啊？调到睡觉的时候调到 on， 睡醒按了他的头之后就把它调成 off， 就把它切过去就对了。另外一边就是叫他不要再响。要不然他真的太吵了。对，那吃吧。彤彤早安，彤彤我爱你。妈妈早安，爸爸我爱你。好，我约一起吃吐司。吃很快吧，吃围棋是不是很快？是不是瞬间就吃完了？就是在，也许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吃完了。但是又快又好吃啊！对啊，还有手帕，对不对？你流鼻血了吗？是上一次的，现在看是没有流啊。现在看是没有流，不要擦太用力哦，抠鼻子或什么不要太用力。哦，天气热是容易流，没有错啊。来吃吧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早餐：鲔鱼、起司、吐司。现在就很早，都可以在妈妈可以看到妈妈出门。妈妈再怎么早，我们都还是可以看到。宝贝，对不对？妈妈现在最早就是这个时候出门，也不会再更早，所以你一定可以每天，所以你每天一定可以看到妈妈出门。跟幼儿园时期比，你每天早上一定可以看到妈妈。你的那个棉花糖吐司要带吧？我放你放冰箱。不会带啊。为什么？你就不要了吗？那个，你不讲讲，我刚帮你可以一起烤一烤。不要，因为那个味好重。所以你就不要了吗？那个。没有不要了，我就那就好了，我不知道了。好了，那准备跟妈妈说拜拜了吗？谢谢食物。妈妈晚上要带点心给我了。他要带点心给你哦。出门了，祝你有个快乐的一天。拜拜，爱你，我们都爱你，拜拜。我陪妈妈出门。好了，我就先拍到这边了，拜拜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妈妈拜拜，老婆拜拜，我们都爱你，骑车小心哦。东西都有带哦。拜拜。